他打到一个马来女同学呀、啊。好的，欢迎补习啊，老师跟泰勇讲拜，下个拜师跟开学放开学的那个拜师，两个拜师还没有。然后放假的下个拜师放假的拜师没有，他改去那个安公城这拜，哎啊五号拜一。哦，可以啊。下午，哎，昨天他跟我讲。哦。下午的时间呢、啊？啊，他下午是拜阿公神，阿公那个是拜师，不是2点到4点了，好像没有错的话，没有记错，不是2点到4点还是？对，到时我才问他了。是2点到4点还是4点到6点 ？OK。他会放在那个不是？那个因为阿公神这啊枯木是没有的。啊，对对。阿公神这那种火力店啊，白云火力店啊，枯木肯定是没有的。七到八要出来了，所以你会自卑吗？